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传奇球星格雷诺 Vladimir Guerrero 的儿子小格雷诺 Vladimir Guerrero Jr.是蓝鸟头号潜力新秀，今天在对红雀的热身赛中敲出再见全垒打，帮助蓝鸟以1-0获胜。小格雷诺此战在后半段接替守三垒二把数敲出一发再见阳春炮，这也是他在热身赛首支全垒打，他从春训至今维持高档打击率高达0.538。他的老爸格雷诺也在场见证儿子当英雄的日子。被大联盟官网列为蓝鸟头号潜力新秀的小格雷诺，去年待在 1A 高阶 1A， 整季缴出13轰76分打点，打击率0.323，主要守三垒。预计他今年也是从小联盟出发。小格雷诺中敲再见轰没连射。小格雷诺中敲再见轰没连射。